又不是八十年代，这么芳心的爱，还穿起身中安守家中等候来电等他爱，礼拜六为何能放得走得开，何解又怕又期待，充满不安的爱，男生这东西不东不西，他突然又很可爱，要对付话痛没到底用几多爱，六岁就渴望爱情有没有害，十分之喜欢等不等于爱，没有谁挂住某君什么可这眼袋，六十四转半又又要怎么去爱，为何男孩情愿抛低女朋友，做老友通宵打机不恋爱，为何男孩平日的讨厌习惯，成个个案会戒到后来说句抱歉没有得改，又不是八十年代这个芳心的爱，还穿起身中安守家中等候来电等他爱，礼拜六为何能放得走得开，何解又怕又期待，做了不安的爱，男生这东西不东不西，他突然又很可爱，要对付话痛没到底要几多爱，一番梦背叛爱人有没有暗示，是否可拣刻指引他得意，度假盒四十寸衣是否可对峙，被骗了两次又算否首次，为何男孩凡事都依靠伴侣，你的眼去哪里都不出主意，为何男孩全部都做老大意，你换了四五百个造型只发觉我换了新意，还穿起身中安守家中等候来电等他爱，礼拜六为何能放得走得开，何解又怕又期待，做不安的爱，男生这东西不东不西，他突然又很可爱。